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石炭机械的 XY-1A 钻机。这款钻机用的是长柴110518马力柴油机，它是一种具有油压给进的高速轻便型钻机，钻进深度可达150米，额定开孔直径为110，最大开孔直径为150。钻机配有球卡式，带有6方主动钻杆，可实行不停机道杆，操作方便安全可靠。